新闻话题也要来聚焦。这几天，如果您拿到了纸本三倍券，打开信封，一定会看到这个橘黄色的塑胶套。有人觉得好像不太环保，是过度包装。但其实这样的设计原意是要固定信封内的三倍券，让民众在点收的时候能够一目了然。现在还有很多网友分享这个塑胶套的妙用，像是可以拿来收纳发票，以及当口罩夹，带您一块来看看。这几天刚领到手热腾腾的三倍券，打开信封一看，这个橘黄色的塑胶套被不少民众质疑有点多余，有点多此一举，到真的是有点不环保啊，你拿来垫便当，被说过度包装浪费钱。但其实这个塑胶套的设计原意是要500的啦，200的金额看得一清二楚，原来就是为了固定三倍券，让民众领取时不用拆信封就能核对金额。现在更有不少人分享它的妙用，三倍券的塑胶夹不仅可以用来收纳发票，也可以当作口罩夹，方便外出携带的时候放进包包，不会弄砸。还能直接粘在电脑上面，当作 memo 夹放射便利贴或者是名片。另外，像是当尺、书签或是放拍立得，甚至还可以收纳耳环。这样一个塑胶套，当初厂商决标金额是3641.4万元，以首波印制的1200万份纸本三倍券来说，平均一个卡套是3块钱左右。建议民众能重复多多使用，让这个小赠品也能有三倍功效。记者张周伟杰台北采访报道。